那些谣言是你散播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让谣言消失，并且公开道歉，我就当这事儿没有发生过。说的好像你能拿我怎么样似的。我确实不能拿你怎么样，但有人能。你在干什么？你等等啊！你脑子有问题吧？人呢？哎，你刚才没听见我的信号吗？啊？帮你替另一个女人出头已经触及我的底线了，现在你还要我替你装逼？你是什么人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是帮他出头的人，他让你干什么，你最好都照做。你们不是我们学校的吧？赶紧滚，否则我叫保安了。你叫呗，我们就是一帮社会闲杂人等，今天走了，明天可以再来。进不了学校，就天天在校门口溜达。来给早上磨出来喽，否则被我撞到了，不知道什么结果喽。这事跟你又没什么关系。都说了，我是帮他出头的人。而且我最讨厌在背后搞鬼的贱人，就你这样的拉低了整体女性素质。这样吧，我数到三，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，说话咱就走了。瞧，一二三。不被我顶住脸，走吧。我说过，不要骗我。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我呢，也不知道吗？系咁先。